使用行动电源或是电源供应器对舞台接收器供电。正确连接电源后，电源指示灯会开始闪烁蓝灯。长按麦克风电源键约3秒，开启麦克风电源，在靠近舞台接收器的位置，短按一次电源键，就能自动进行配对。配对成功后，麦克风与舞台接收器显示灯会同时亮起。此时，舞台接收器的显示灯颜色会对应麦克风电量而改变，蓝色代表电量充足，绿色代表电量中等，红色代表需要充电。麦克风初次使用前，至少充电2小时。你可以用 6.3 毫米 TS 导线输出音讯到音箱或是主动式喇叭上，或者用 6.3 TRS 转 XLR 导线输出音讯到音控台或是录音界面。讯号线接好后，可依照喜好与需求调整喇叭扩音的总音量。如需加入伴奏音乐，可用 3.5 毫米 TRS 音源线串接到外接音源输入孔。感谢收看，如果还有使用上的疑问，都可以到云声官网找到更多资源。